哦，一般地图哦，通知词。哎，这张还不错吧？但是进去秋刀鱼的地图，每一张好像都还不错。我们就打五胜吧，一样五胜。这 FPS 有点问题啊。你会抖哎、欸，你音会抖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很常看抖音啊？抖音，你的声音会抖、欸。有，你还有电磁波特效是不是？你忘记把特效关掉。图太大了啦 ，FPS 好低哦。我也觉得有点卡。哎、欸，不能买了是不是？只有六级而已。而且购买区在哪？购买区就原地啊，它好像已经时间到了，不能买了。是啊，时间到了。因为我这里本来是在原地买的，然后结果它后来就那个 B 就消失了，购买的图案就消失了。那個、好卡哦。它的购买时间也可能调很少。所以要叫购买时间是市长调，我就没调，我就直接开了。没有，购买其实本身有那个调秒数。是啊。对。哎、欸，有人拿垃圾枪。我觉得同步应该迷路了吧。迷路了。为什么有滴答声？死到人！哦哦，靠北那会发出声音。小花这里呢？我是把手枪哪买的、啊？这个是白金 VIP 给的。这把不好用。赶快买，不然等下消失。我玩起来是没有刚刚那地图卡，刚新成的图，哇哦，卡爆！哇哦！那一不急的，他应该是调30秒还是20秒吧？像是这样，对。掉包掉包，哈哈，掉包，莫名其妙就掉包了，掉包了。一点爆炸点哦。他美术这张图美术做很好、啊，他每张图都做不错、啊。对啊，可是就是太累了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靠！零反零哇！没办法，遇到来不及反应了。算了，直接拿别的。这日本国要走上。斜坡上很难打，掉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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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，又掉包，一股刀子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刚才听到有人摔伤？怎么有一个人要被踢呀、啊？怎么有人在那边强制踢土人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有被踢啊！感觉不能玩。谁被踢了？我是你，你被踢了。强硬是谁被踢？
我们压枪，我还是拿冲锋枪。霹雳悍将，神枪一把。呵呵，射手枪。射速超快的。掉包，哎、欸，又掉包，又掉包，还捡呢、啊？我在这呢。高呢？高手。有人进来挂机。我差点就往生了。What the？ 你能承受得了吗？多少八万？五。他一点没都要先用转转乐，所以找开台啊！啊，你怎么拿这把烂枪？那是枪。啊，我的枪嘞！上走啊！风火王。隐身术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开都没开，你不要你有一爆炸头，爆炸头超明显。哦，真爆炸头，这张手爆就好了。咦，小白剑，小白快点开自瞄啊！快点透视，你不要再装了，我知道你可以。什么鬼啊？推波，狼，时间到了、啊。OK, let's go。拿王者，哎、欸，不要讲。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拿王者。你现在已经不能拿了，时间到了。我那边什么？哎、欸，哇，五炸了！哇，这里可以干嘛？好像不能干嘛。哟，不用登记哦，我已经登记完最后一波了。你要这样，我就干你。掉包，掉包，又掉包，然后敌人都先摔。啊，包被捡。我要做一件很狂的事情。下面的，你也在发呆啊？没有，我要跳点呢、欸。他那边三距离，那个帮忙检举一下，这两个在挂机，两个挂机啊，哪两个？还有一个 R 什么的、啊，没有了，他不是有动吗？天台打咕咕，这画面超级大，他现在是咕咕是完全挂机，先提可恶啊，检举咕咕啊。天台又挂机。红色，姑姑，我们不能检举，你们才能检举。如果可以检举对面的话，把对面全部的人给检举的，这是，哇，被踢掉了啦！啊，不见了！快点！啊，开头那开始动了。红色小丑，快点！哎、欸，手包，掉包啦！直接把他直毙就好了，他们只剩一个人。如果是我，我就会直接去把他击毙。因为我是真男人，也不知道他被反杀。对，我也觉得会被反杀。炮枪炮起来，炮起来！原来他最会用手枪了。他们一定太累了。他比较会打手，他比较会用手枪。哎，真的啊！
因为有时候它的方块。